想我了吗？怎么样？不遗余力的铲除猫屎吗？我很久没有录那种幕后花絮之类的东西。我要做近一点嘛，应该不用猫屎那么大声。不用。刚刚什么？终于一个。刚刚是铲猫。五十岁男人的声。铲猫的嘴巴。铲。是可以的，开始。生活无巨蛋，我们很好玩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何泰诺帕，我是玉林，我是建元，我是林娜，我是博道。是那种东南西北的感觉。欸、我觉得它比较油，我比较好发声、欸。真的假的？比较好发声。再说一次。好，我说，请问那天晚上他不是有听到砰砰砰有人敲他们、嗯？那就是女主人吗？对。所以女主人是来找他求救吗？对，见证因为会长毛的鸡蛋，长毛的鸡蛋本人，就是那个 kiwi， 就是那个为什么要一个鸡鸟蛋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
正大硕士生都能上些什么？我学得很痛苦，看就是一堆，而且他长得飞快，就是他都这样飙的。我们都还没开始上课哎。真假的？好了，可以我们要在这儿拍个合照，在这儿吃饭。